章鱼。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叫什么男模店？好好笑哦，好 cute。那不 Y2K 没？三二。什么？好多食物呀！天哪，我们找到随便一间店，还觅了两个人呢。好有感觉哦！哦，可以来这边两次。就是考验呐。我觉得可以来这边两次。一次够啊，是不是？这边去几次吧。难怪没有安排过这个行程，因为都是吃的。很好啊，怎么你吓到了？这是我们的活章鱼，我是不会吃的，我不会。叫一个清汤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叫一个好像不道地的东西，很像那个鼎泰丰的那个人参。它这个洗面呢、啊，然后叫一个叫什么冰金巴，吃一下。里面的是我不喜欢的，小萝卜，小萝卜 ，yes， This is your food， please 给我一个 tag， Colin。是吗？那你有品尝到吗？你看起来就吞了哦。我怕吸到我，所以我在咬它。好。No no 。你。来一个啊！他。不可以。You can do it. 好。不可以了。这个没动啊，三个没动啊，没动啊。快一点，帮你把咬，帮你把咬，咬咬咬咬咬。哈哈哈哈哈哈！咬啊咬啊咬，咬死啊咬死啊咬死啊！该可怜嘛，这进嘴巴就咬，咬死啊咬死啊！是这么一头。哎，你看到？我们讲刚刚感觉哦，还有一个 part 吸到你这里，好可怕、哦！想要 try gabogi， 我刚刚试它的酱哦，其实是蛮好吃的。很大条的东西。对啊，很厚哎。好对。是吗？要不要来一个这个 ？No no no no， 它有入味耶，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啊，这个好吃。你们这个。吓到哈，那个这个好吃。谁啊？有。来吃吃到的要吃一个先啊！你不可以咬啊，不可以咬，赶紧不要咬，不要咬，放着不要咬，对呀、啊。天哪！有棒，刚才我们在干嘛？看两个。喂，太清楚了。我们在看下面的。我们真的抓毅力，他找到我们的朋友，好累啊！我吐血了，我大开心。哥。我们到了，耶、yeah ！好累。半天没有看到粉红色，我中过的好兄弟。加油，你可以，真帅，好 man。来，我们到了我们的，耶、yeah ！ Airbnb， 哇，超漂亮的，佩玉一定超喜欢。天哪，天哪，超漂亮的耶！哇。太开心了，很漂亮哎，超漂亮，很适合喝酒哎。高腰，对，买了啥？那护手腕，是买给我的，他讲可以放在，应该是那种动动手腕跟动动食。看 ，you， 哦，这个巧克力很好吃的，很可爱。这种小心哎，那个我想要这个，还有这个，嗯，这个好可爱，这也可以。等一下，他的神秘人是谁？他神秘人看起来是那个坏人，那个变态叔叔。可是我觉得至少中了这个，不是中这三个就不错了。你，可是我想要别的东西，很贵啊，这个东西一个20块钱。用我的给钱哦。很贵，我要继续玩了。倒杯，爷爷佩佩买辣条给我，哈哈哈。哎呦，可乐就没见你，好吗？是他理想型，各位。对，我的理想型。天啊，至高荣耀！至高荣耀，我就喜欢那种帅哥，辛苦你了。我就喜欢那种看起来很凶、难接近的人。对，就是这样。但都是这种货色才行。对啊，就很后悔啊。可乐，这最近我们联络一下感情，怎么样？辣椒，嗯，哦，好好，是很不错啊，对哦。
什么动物？你凭什么地位比盐太子高啊？并没有。哎、欸，我吃它很好吃。哎、欸，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不喜欢它、欸。对，一姐也是说，这个牌子是他们说最好吃。哎、欸，好好吃哦。对啊，哇，真的嘞，普拉达嘞，它真的叫普拉达嘞。哇，他们说这个炸鸡是普拉达界炸鸡哦。对，哇，超巨黑。哇，哎，这是芋泥耶。芋泥是什么口味啊？一个是螺肉，另外一个是很好吃的口味。我来吃吃看哦。哦，奇辣。是啊。不是我的菜，哇，有点甜，因为我喜欢脆的。来了，哦，它是酱的，说不定会喜欢。我跟炸鸡很有讲究，我在马来西亚爱吃炸鸡，不炸鸡，那就不同炸鸡了，是炒鸡。啊，是吗？对啊，嗯，因为它很嫩。嗯，不是菜，不是我的菜，它很香，对吗？嗯，是很好吃啊，但是跟我想象中的炸鸡不太一样。它算炸鸡吗？它算什么？炸鸡块的感觉。成功，成功，任务成功，战哥来了，战哥战姐，我也是战姐。我第一次看这些的时候，全场一直在笑。其实我现在是想讲话，叫我闭嘴。他就边路说，哎、欸，你看我路超近，我说你安静，你不要讲话。如果他有朋友会听，这么应该很好笑。大家要看很好笑的影片在那边，原版的真的很好笑。然后我们这边都是在骂他，超好笑了，真的太好笑了。有没有听到我录的电话会员？我吹牛仔应该是你们。耶、yeah, ，出门了。我今天的 outfit 就是 CK 的那个 Jenny Collection， 哒，我给大家看一个很可爱的东西。这就是那个韩国的综艺他们用的那种相机，就是看 Blackpink 的那个节目啊，都会看到他们在用这个。所以呢，我今天想要用，就是穿插啦，穿插用。我们看看这个拍 vlog 的感觉会怎么样？看这一小小台的真的很 Q， 宝宝都在门口了。我们在等太子啊，没有啊，我们正在等你啊，我们正在等你啊，很自然，他还要，这是太子等了一个小时，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三个超贱，我们什么？是你比较贱，没有啦，一起好美，然后我们三个就是在外面弄很久，然后他在里面打游戏打了一个小时，哎，不是我们哦，什么？我没有份哦，不要吵，你看一下菜场呢，再看一下颜太子，太子是很可爱，对啊。看这里，你段位变高了，你在我在上面一点，好想跟他接吻。嗯，也不用吧。给点面子可以吗？这是别人的频道，要假装爱我，真的好看。耶！啊，你刚刚说什么？汉堡巨好吃，如果没好吃呢？吃不吃汉堡？汉堡跟你的脸一样大。也没有了。嗯，他这称赞我吗？别啦，哎，太子你段位又更低了，刚下降了。你说跟我脸一样大？很小、啊。哦，好哦。不然呢？现在是差不多接近，要接近两点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听太子说是很好吃的 burger， 可爱吗？我的包包。最近特别喜欢这种，你知道，人越老哦，就越喜欢可爱可爱的东西。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差不多接近那个年纪了，就是开始喜欢那种可爱可爱，挂在包包上面超可爱的。还有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脚上穿的那个鞋子真的超级好穿。周三终于变可爱了，他整天说叫我不准那么可爱。你看看你自己身上挂达菲，不是你，你看看你自己 Hello Kitty 才夸张。这个的包包也太好看了吧！你怎么转移话题？这个 Hello Kitty 女真的好可爱，你看。对啊，很可爱，你看超可爱。包包我妄想他半年。对，也很早知道的。对啊，佩佩是最早知道的。对啊，忘记讲了啦。我的鞋子，这是三把的 OG， 超好看。我们来到一个商场里面吃东西。我们到了，在这个 Slut， 在 Slut 好像不是一个 Slut 不是不好吗？是你，你才 Slut。原味 ，Original， 原味，原味。This one。
清包开放式的好酷、哦、跟各位介绍一下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呢，这是我 Google Map， 我 Google Map 把所有我想要去的地方都已经存好了，就全部 save 好了，所以呢我们在决定要去哪里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滑。之外我觉得有一个功能超好的，就是你看到这地图吗？这地图它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然后我之前 save 的地方在哪里。假如我们现在去到那个地方，我想说哎，我们好像还有时间去别的地方哦，我们只要打开这地图点我们之前 save 过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去哦。我觉得这功能很好用。看我这边有一个韩国的专区，就是这里都是我 save 过我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就超方便了。哇，感觉很厉害哦。我们叫的是有点像劲辣鸡腿堡这样的东西，我们吃的是比较辣的。我觉得你会喜欢，因为我是喜欢的。可以吗？对对对，摇头摇头摇头，还要给钱的。哎，是不是好吃很脆？因为他很喜欢吃很脆的。哎，比麦当劳的好吃哦。没有没有，麦当劳永远是最好吃的。你有麦当劳爸爸吗？啊？你有麦当劳爸爸吗？有有我有。那麦当劳是很好吃，但这个也不错哦。哎、欸，这超好笑。我看看他的，我叫的是。Cold Brew 加 On 的奶，很好喝哎！哦，哇，这个家真的可以来，它怎么只开在商场内？如果开外面，外面好像也有。嗯，大家如果想吃可以去吃，真的很好吃。天哪、啊，我刚才吃的时候那蛋黄直接流出来耶，哦，这个很棒，超爱这种的。你看我用到我的手代表这东西是好吃。哦，对，这东西我就得用脏手了。蔡常勇他的手的干净度就是他的对食物的尊重，就是他越用手代表这个食物越好吃。那这汉堡真的。是你这辈子吃过目前最好吃的吗？但是你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是哎、欸，我觉得是，因为它很脆，那里面很嫩，面包又好。因为我觉得主要是鸡肉好吃，鸡肉好吃，好好吃。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感觉这边。你说有可能里面有没有人吃？因为那天就哎是哎，都收工了，都收工了，所以还是要看一点点韩文。有学拼音真的很重要，我觉得韩文就是学拼音，大概懂一点点，就大概随便念。对，我们现在要进到路口，然后感觉这边有什么大活动这样子的，好像有点可怕。耶、yeah,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了。哎，这个地方我们肯定来过。为什么？因为我印象我们来过。可是我们没有去到这个地方。咪咪。路口，阿娜谁哦？哎，我要记低的。叮咚 ，Simon。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啊。地方，我们讲说，我们来到这个很韩国区，然后我们去跟花花草草拍照。是我跟你来还是我们两个人来而已。哦，肯定是我们两个人来。我还记得我穿什么衣服呢？我穿黄色衣服，我穿蓝色花花那个衬衫是吗？然后我们还有在那边拍照啊，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来这边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韩国的时候，我第一次代表韩国，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对对，2017年，哇，超级好小的时候。看。我们现在想要找拍照景点，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在这个亭子拍超好看。我们找到我们的拍照景点，就是呢从这里拍过去后面，所以你们在这里看我们吧。是谁这么好看？是我们。哎，什么意思？这个画质要配这种动作啊！一二三，哎，不用出 A 了，其实，啊，一二三，太配跟我搭，我眼睛睁太大，眼睛睁太大，对，好好笑，要求大小听到吗？他说他眼睛睁太大，你那，那你怎么办？眼睁大就像他没有睁一样。我们要拍四个人的合照。超级好看哎、欸！好看，这个比较这个。哇，蓝天白云，好好看哦！哦，怎么那么速配？呀，我有新男友了，太棒了！我们现在要去到人群中跳舞。我们刚拍了一个抖音，然后在抖音很好笑。我们现在要去到这里。左右左臂模仿的。
三二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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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 get 到他的笑点？你说是什么？菊花啊，菊花。发的，记不记得啊？现在我觉得超壮观的，他们选秀都这样子的吗？跑，那声音超刺眼。警察帅哥，帅哥，有吗？五、二、一。我现在到这里，我跟你说，对，这两个超好看。这个没办法，这么身上头太。这个骨架要好小，是我梦想的身材。我想要发这个到下一步，我的翅膀。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我觉得超好笑。耶、yeah, ，我们现在就到了那个 New Day House Dosan， 那就是呢 Gentle Monster， 然后还有 Tambourist 他们开了一栋，然后再加上底楼好像有一个 Cafe。House， 对呢，我来去朝圣一下。听说它的那个是抹茶熔岩蛋糕吗？这个超好吃。听起来很贵，是不是？对，就听起来很贵。然后他们说很好吃。我们就是游客。You have a shitty day， 会这么诅咒人呢？You have a shitty day。 Yeah， 到了，就这个，就是有三间店，就是 Gentle Monster、Tambourist 跟 New Day。 那我们要先去 try 它的甜点吗？你顺便喝个东西。哦，我们刚刚在 lunch 总共有四层，它单单那个 Gentle Monster 就三层，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三层啊？我们来试试看。我觉得有大，可是真的很大。那我们就买了分回去给他们。对了，收到了啦。小的应该没有收到吧？小的还有就是这个蛋糕，它叫 Pick Small， 25,000韩币，大概六十多块，我觉得很合理耶。走，我们去点。Having here， 我们点了43,000，1000多，哦，还好哎，还好啦，可惜。噔噔噔噔。哎，看起来很厉害的。哇哇哇！我想先喝他的 green tea latte。我这个 green tea latte 超厉害的，它拉花超漂亮哎。你看多久？你有吸管吗？还是你没吸管？嗯，他有吗？他有吧？哦，我好喜欢哦。哇！很好吗？它不是甜，它是很浓的。嗯，好喜欢。我们要来开箱了。这个蛋糕开个 sticker 要开这个酒。花子，佩佩，怎么了？佩佩碎了，佩佩。没事的，边边。哎呦。哦，好一些，是嘞。来，终于可以开始切了。三二一，一切白头到老。哦，哇，他觉得我们很无言，从这边那边丢脸到这边。好啦，可以吃了。怎么会想吐？但吃这小孩，我知道你说什么，好好吃哦，很香的，是我喜欢的那种茶味，好舒服的，我感觉它应该不是现做，但是它的那个可颂的脆度还在，很有哎。你们看那个酱，而且它的酱哦，是有一种一点点甜而已，它不是死甜的那种。我们现在吃饱来逛逛了，然后它。一上来这里呢，就有可爱的假人，然后他在吃薯条。他怎么真的在看镜头？好可怕！然后感觉这里会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它叫 I Love Fries。然后这边有很多设计，这好好看哦！哦，我喜欢这个白色的，好看吗？看一下你的，我觉得真的很好看的款式。因为我没有这类型的墨镜，那时候叫我不要买。它这里的展区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眼镜，这里还有两三排的。我们现在来到二楼的 Gentle Monster 店，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之前看到的这个地标就很熟悉，旁边那么感觉。我是说真的，我今天一定要带一只回家，不然会不开心。我真的很想要一只，但是我不想要再找黑色的，我想要找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搭到的，穿搭可以搭到，这蛮好看的。我要的绿色，很奇怪吗？它很像那个 Catwoman。
在我们感觉还好，我们在逛。可恶！可恶！我也香水也不便宜，你也便宜是吧？啊啊！眼镜可以戴得久。你也便宜是吧？人家有了。哎，还是你买给我了。不一样，每次都这样子讨礼物，你也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他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魔法。就是我跟他讨礼物。他每次跟我讲你买给我啦，我每一次都会付钱。所以我现在要付损，不行。不可以，你就是不够定啊！靠北哦，哇，好漂亮哦！我已经有目测了几个我想要的，还是这色？啊、你讲什么？讲完一次，你看了几个想要了？这色吧，这色 OK 啊，讲的比眼镜便宜。哈，这里有 Jenny 的活动看板，它的广告很好看耶，我觉得这支广告真的拍了。常勇去付钱了，哒哒，我买好了，满载而归，开心吗？不开心。要想一下，你 Jenny 可能会在房间用对头款，你烧的时候就等于就是 Jenny 的房间的味道。咦，好恶心。我们付钱，他给我们一个好可爱的，对，为什么还有叫号？他应该是要去拿货。因为他们买东西都是你写卡片的话，对，这我觉得这都做是最好的，就是你不会乱，你会写好好的。嗯，对呀、啊、对呀、啊。哇，他讲刚刚就是以为我只买那个小香水给他。刚刚他讲他全部买给我哎。你不是最多买了小香水、护手霜？就买护手霜。知道里面多少钱？哎呦，哎呦，哎呦，五二零，哎呦。来，来，来，不要。嗯，检查一下，毕竟这个墨镜是也不是我买过最贵啊，因为最近那款比较贵。检查。哦，他会帮你 check 那个。有美女帮我换的，他就帮你看。你刚刚讲 yes， yes good。我要看，我要看。哦，哇哦，开心哦。其实我们现在出国，每次买东西都比较会乱花钱，因为马来西亚没有 Tamarind 跟 Gin Monster。对啊。真的，那还可以退税一下这样子。嗯、虽然只是六八千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值得。我逛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喔？哎、欸，有啊，真的吗？翻了、欸，哇！一个小时。我们真的逛超好买的，逛到我都脚酸出来坐车了。感恩。感恩什么？感恩有你等我们啊。不用客气。然后请你吃烤肉，我的烤肉。耶，太香了。好恶心，真的好恶心，我这辈子真的没那么想吐过。靠我们现在决定来这里拍那个拍立得头贴，但是不知道怎么看多少钱。可以到我们了。OK，、欸、我们来拍情侣照啦。超可爱的。哎呦，好，这个画面可以给我吗？不可以。Oh my god！ 哎、欸，快点，快点，超帅，七秒。啊，你的空间。五二零，快五五二零。哇，又很酸了。那你们两个要起来假装亲我。好久。耶、yeah, ，我们拍好第一组了，超 Q 的。大头贴时间。哎、yeah! 追上来吧。哈哈，我已经有经验了，我们拍完第二组了。奶茶。奶茶，二选一，奶茶吧。OK， Bean， 我们拍完啦，然后呢，这样子的照片，一张的话是5000块韩元，然后就是大概15到17块马币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过来拍，哎，我们不走吗？是啊。哦，找吃的、啊，就走走看哪里香就去哪里吃。耶、yeah, ，我们到了晚餐的地点，然后这个地点在这里，这里佩佩这里，这个地点呢是救国吃的哦，甜救国，还有跟一个店员拍照啊，在这里，啊、他叫雍雍南花楼对吗？对吗？我的韩语雍南，要雍南花楼，花楼应该是花楼，嗯，就是这间，给你们看他的营业时间，这样。我是说书生想来吃哦，对啊，他
他们来陪我吃哎，因为我想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菜餐，我想要吃烤肉，我想找一下，哎，找到救过来的这一间呢，嘿嘿。师傅你好。耶。可以问他中共坐哪里吗？佩佩，哎，那个位置是他的板子吗？我就把位置封起来，再让他坐那边，你不觉得是吗？你去看，我觉得是。真的，好想看哦。笑我刚笑好开心的，我在美女来重新介绍，这是老板娘送的，情绪都不一样。哎，我的旧国套包你给放那，你是这是很新的时候，而且他还拿掉没还呢，这是超新的。我要喂他吃饭。好吓人，真的好吓人！大家看到这女人，她疯了。演一下嘛。我发现佩玉看到真心的人这么疯，她看到她还要喂她吃饭呢，真的好吓人！大家她疯了，这女人发疯了。你们看那个店员的眼神，你要喂她。你要跟她说话，你要说啊妈妈妈，快点，快点。Oh, over there. Over there? Outside? No, no, no. Next. 隔壁。Wow. Sorry. Just kidding.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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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 店员一直用鱼眼鱼那个眼角偷看，觉得书生有病。他的前菜其实蛮好吃的，然后现在在帮我们烤肉。哇哇，我们来吃吃五，因为它就是花肉啊，蛮好吃的，蛮好吃的。嗯，已经 Jungkook come often？ Only one. Only one. 啊、That's probably. OK， 那是他觉得不好吃吗？你这问题问得很 OK 哎，蛮幸福的。他被吃得饱吗？我们怎样？他们两个，他很吓人，吓人，会，哈哈哈，好呗。这个更好吃哦，肉更好吃。我们有帅哥帮我们烤肉，哈哈，很积极表演，这里还有小卡门，好 Q。早安，我们今天有新同学，班比，还有一个黑粉系列。新同学打招呼一下。Hello， 大家好。你是社恐？你过分了。对啊，就是两个社恐。你跟我看着相机讲话。今天你好不好？抓到章鱼了。大家好，是吗？来自哪里的章鱼？啊，我是来自东北章鱼。东北章鱼。你怎么可以这么害怕？哎，我发现一件问题，什么？我们今天大家都是黑粉色，我们好有默契。你看大家，你呢？你是蓝色。你们不讲？我们是自由穿的，然后不好意思。没有粉色，只有你跟斑比啊。有啊，他头发就是黑，大部分是黑，对，是黑白。走啊，我们今天要去吃那个土豆汤，我想要吃很久，想念了三年。哇，我整天天都在念它，就是马来西亚真的没有一个土豆汤是跟它一样的。大伙们出发，好可爱哦！到了这间店，24小时的，在宏大站，大家要来一定要吃，它又辣又鼓又软又好吃。它这个泡菜100分，超级入味，超好吃。我们之前都是原主厨。嗯。哎，他们两个先走。这萝卜吗？这是啥？白萝卜吧。嗯。最爱的脆脆的。有点不对。嗯，正菜呀。太好吃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么大份，超级嫩，你看，呼呼，哇，就是它，以前的感觉。你们看它的肉，轻而易举。为什么肉可以这样嫩呢？嗯，就直接挖呀挖，好
好吃的。这是宏大的路上，现在这时间点好多人啊！那里都超多人。你们怎么发现的？他们现在来买这个叫米德的。他们想要喝这个米浆还是喝美式？两个我好像都不喜欢。我想说我喝甜的。这个有卖甜的，就是这个吗？米德，就是这个米德。哇，配配的，配配，我想喝一口。其实大陆的很多人用维新就走回客街道，好了吗？这没有办法，就是一种很像一种五谷的粉，加五谷块什么意思？是好喝的，对不对？是韩国的传统，是好喝，对，蛮好喝的。米浆啊，就有点甜，对，有点甜。上面东西可以吃吗？可以可以。凤梨汤，好吃吗？要点，我点了。哦，哎，好吃哎！我叫了 green tea latte， 好甜啊，好甜啊！我第一次在饮料店有这个胡桃汁。跟你们说，这间店呢，我超喜欢，它就是卖很多韩国小物，超可爱的那种，看。就是都在卖这种超 Q 的，买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给牛牛，它是那种有声音的，我真的买了超级多给我公司的同事们，开心呜呼呜呼，买了好多，买了200多块。我因为不想人家等我，我就自己来。奥利边逛了，我真的很喜欢自己逛街，我觉得自己逛街是最舒服的。你太夸张了，你在假睡。对，你看我吃了什么？冰淇淋。很好吃的ice cream。我买了好多。你买我面膜吗？要买给我啊？不要。嘿嘿，我面膜用了。买了。700块马币。哇。恐怖哦，果然女生还是不要进去奥利比亚啊。满载而归。我们刚刚把东西放在民宿，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吃晚餐。我们在排队耶、yeah. 他们在里面吃。哇，佩妮好大一只哦。真是的，哎，你们帮忙配遮一下。可爱哦，四个头。我要看动物呢。我叫了一个地狱肉饭，这真的超辣的。哇，这个真的超爽，超好吃，看里面都是酱，超级爽。对，很累。你竟然没笑的，我知道谁。好恶心、欸，很辣，你刚才说吗？很辣，它是一拉拉面，是给的，超好吃。难怪杨叔叔怎么一直笑着。吃饱了，太辛苦了，他不行了。我放很多水。刚吃了这间店，破生黑广，大家看看，我们的战争又来了，战争，战争，你不要躲、哦，我不会躲，我敌人。你是我敌人，对，喝酒大敌人。耶、yeah, ，我们现在回到民宿了，然后现在呢，我要整理一下我的资料，因为用手机拍影片呢，就多多少少就是每天都要备份，因为我要把我的资料丢给我的同事们嘛，所以呢，我现在要上传到我的 Google Photos， 就是呢，我只要一连我的 WiFi， 其实我的 Google Photos 都会自动。backup 就是让它一直自动 backup 吧。过后你看我的 free up space 已经有14GB 可以了，然后我可以一直 free up 我的 space， 我就不怕，不用担心啊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容量没有。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方便，我现在就是让它慢慢的 backup， 因为我是购买 2TB 嘛，所以 2TB 其实是真的很够，很够用。所以如果你没有容量的话，你可以去 Mini Storage 那边，就是去购买更多更多的 storage， 所以这真的超方便。我只要把这些我 backup 好的东西，然后呢创去一个我的 library， 然后我就把
今天的所有拍影片的素材全部上传到上面，像这个噔噔噔噔噔 add 到我的 album 里面，像这样子，看到吗？这是今天我拍的东西，然后我只要copy 我的链接给我的朋友啊，或者是怎样，他们就可以共用，就可以看到我今天到底拍了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收纳、非常好分类的一个软件，真的很好用。然后我觉得 Google 在这个 privacy 方面是真的做得很好。我只要按我的 privacy setting， 就是大家都不会知道我的定位，就是保护像我们这种需要很保护自己隐私的人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啦，可以推荐给你们用。要开始卸妆那些，因为我们要战争了，让你们看一下我们战争的画面，小碎片。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超没心的，太没有心，我怎么游戏啊，好不要脸哦。没有，耶，我跟他认识没几天，无所谓。还要许愿呢，我们说说你刚刚许愿，希望大家都赚大钱，身体健康。希望我真的可以变瘦，都可以吗？可以，不会不会。第三个是什么？你有两颗蛋糕，应该没办法变瘦。耶，好帅哦！好练拳呀！好练拳。想被你吹一下好不好？我们刚刚拍了拍立得，超好笑的，你们看，这什么男模店、压店？对呀、啊，被要求我们跳。屁呀、啊，你叫他脱的吗？对啊，好 Q， 这是我的。不脱一下，干嘛来韩国呢？什么东西啊？超可爱。是男人不脱了。加酒。早一点，拜拜。别管我。还不够多，天爷，嘿，还有一张，哎，不是，不是他，不是，非常干掉，哇，现场，要不跑了，忘了，你要你知道表演的，好黑呀，好黑啊，我刚刚是那个。是他吗？蔡长要逃走，他逃去哪？是他吗？爆！哎，没吓你们。你小姑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抓我的脚。哎，求你饶过我吧，生日快乐。再一次。哎，生日快乐，饶过我吧。我会拍你胖胖的照片的。啊，好累啊！快点啊，酒没喝完。太好笑，太好笑了，真的好笑。头好痛啊！太好笑了，他在玩贴纸哎。来韩国做客。开始。怎么你嫌我脸大是吗？还给我贴两个？每个男生都要贴。你给他贴嘴上，让他闭嘴。这没关系。贴卸妆了吗？哇，好 Q， 好灵啊！佩佩，怎么了？你也贴一个。你贴一个，你有贴吗？我贴了，我贴。你们是有病吗？其实我是清醒的，我是懒得管你们而已。哎，我觉得我们可以贴一贴，拍一张合照。你看看这个，好好笑哦，好 Q。哎，刚哇，我长这样，七八分，艺术气息。我也。是好不好？看一下，一点艺术气息都。对啊，都不 Y2K， 没有 Y2K 了。
今天佩佩生日，每人有功课，对，就要拍自己视角。第一张你要自拍哦，很丑没关系。好，第一张自拍，这个是我的一个 S。今天呢是有 dress code 的，每个人都要穿美式复古风。这是我的美式复古，其实就是 Bella Hadid 的穿搭，很好看的。好，我是假美式，我用这配的衣服，舒森的耳机，然后全身上下，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东西都是我的。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舒森的眼镜，我有。这超厉害的，你看我戴有个完全不一样哦，像个人，就是复古风。对，斑比的，我的，衣服还是我的，衣服是舒森赞助的。哎呦，帅哥呢？有哦有哦，看一下你的，你的脸是超棒，我很可爱吧？可爱，你们两个好像情侣哦，也是好搭哦，我跟谁都很百搭，好搭，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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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这样的那边，进来，耶耶，这他这个人很失落，他要换裤子哦，你要给我等下来拍，他有拉链没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给观众看一下，福利一下，我的代言，哇，我也有。我也有，我们现在要去汉江哦，哒哒，带着我们男模们，男模们，我们是保镖。今天韩国天气超好的，不冷，然后也不热，就是也不很晒这样子。康康帕，耶，汉江，不能牵狗，啊，带不能带猪啊。太笑的人，请你们离开。我们到了，对面就是了。看看这狗狗，真可爱。什么鬼啊？什么鬼？在模仿明星谈恋爱吗？无语了。我不明白。明星在那边偷偷约会，是我们要这样。好烦哦！天哪！佩玉，你的人缘好到真的是姐姐团上姐姐，好好做人啊！你上天堂了啦，可以上天堂。哇，有花，有蛋糕，还有气球。我们要去哪边？对啊，我们买水。我们想要买水。好，你们先去买水。这边拿。我跟大家说，我就改名叫 BO52 了，因为我没有名字，因为老板没办法写中文。哦，我有英文名字叫 Pay You。哇，好 Q 哦！花花，花花这里啦，花花啦，菜场有。真的很好吃。快吃完我的嘞！你吃完一整包。我老喂。哦，我那吃完了。我付钱的。然后呢？这是我的。怎么样？这是我的，超多狗狗的 ，Oh my god， cute， 哇，超爽快，超开的。我们等一下会在这个地方吃，好浪漫哦。烤肉，烤肉，烤肉。很烦哎你。好多好吃。Barbecue， 看这里呢，就可以选泡面。我选的是金拉面，这边这个很辣，这个。这边还可以选冰淇淋、零食，然后这边一些酒、一些水，然后这边还能选热狗啊那些的。这边还有猪肉，哇嘎日贡，这个是五花肉，五花肉。然后我推荐五花肉跟这个就是猪颈肉，这两个。那这个怎么弄？好壮观哦！但是你看。佩佩一个人在外面等我们，他在忙着帮我们修大家的图。那我们就在江边吃泡面跟烤肉，哇！可乐说这个辣椒很辣。来没？可乐烂死了。好辣！我刚吃的好辣。很辣吗？如果你没有煮东西，有一个蔬菜味，这个。他们就是这样子吃的，是像你这样拿这样子吃。完全不辣，比较清香啊，比较清香。对啊。它不是，但是味道很香。没什么特别东西，不要吃了。
宿舍在抱怨这个狗狗跟我们家长得不一样，因为我们家狗比较像是被骗的比熊，这个才是他想要养的比熊。是合理的吗？叫什么名字？Teddy。走。出钱给他。拜拜。OK OK， 我会吃饭的。早安朋友，给我爱心。我喝咖啡的，佩佩介绍的。Ashley 介绍的，韩国推广人，韩国宣传大使，韩国宣传啊，只限首尔。那咖啡很好喝哎，我要喝，你想喝？你这咖啡很好喝，啊，它是咖啡版本的吗？对，下面是浓缩液，很好喝，我觉得比你好喝。对，但是它很像在喝拿铁，然后有这个，因为它有咖啡味啊，这个就是豆浆，豆浆对，又盖上老喝。我想喝一口，我没点。这个价格快两倍，好喝哎！我们去的是这间店，贝大宝。韩国人的比熊真的好可爱，我好好照顾它。Where are you from？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台湾。当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很红的网红咖啡厅，如果你们在网络上有看到这个家的话，就是这屋子风格，就是这一里这个。一音一展，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咖啡厅，可以拍到韩国旧式建筑物的一个全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会来这里拍。你们看，就是这个位置，它可以拍到整个环境。要拖鞋，我真的是对不起。大伙们都到了，然后呢，它的背景就是。超好看，它就是非常非常老式的建筑物，然后又是一堆绿植，所以真的非常好看。因为我觉得原相机就超厉害的，我想要在路边拍，因为我比起这个咖啡厅，我更喜欢外面的建筑物跟路上那种感觉。我们上到最高楼，发现哇，这边的景色。好漂亮，而且蓝天真的太漂亮了吧。他们说这个是很像日照金山，用十倍看看。好 cute。 Google Lens 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照着就是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事情或历史，像这个地方就叫 Yongbyon Hanok Village， 然后就可以看一下哎，它最近发生有什么故事。所以这里有获得十大韩屋建筑的奖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它是有点偏西式的韩屋建筑风格，所以这就是 Google Lens有趣的地方之一，就可以慢慢看。它算是西式住宅，原来这里有获得大韩民国韩屋竣工部门大奖，可能就没办法看到很深的，因为它这是翻译。开心哦，真心看 story 了。你看常勇在旁边废话的那个。那前一个呢？你拍了？前一个唯美的呢？妈，好爽！你这是追星的胜利者。我被成为像被艺人成为像艺人的艺人。你知道我刚刚找到一个重点，为什么正确的说你像艺人吗？因为你一直这样，然后这是艺人才做的动作，所以完全不是你的脸或身体或身高还是。不可能啦，不可能！就是这样啊，我在听。不会啊，会吗？他说的，真的是真的。我阿凤以前也没做。太差了。阿公，我阿公不在了。阿公，对不起。对，我们随机进来一间部队锅，来吃部队锅，还有辣炒鸡跟部队锅，太棒了！这些是肯陪我吃辣的伙伴，对，我们这边会吃辣一点。你呢，就是半藕这样，然后你挖这里吃。这
吃什么啊？就是吃那个辣炒鸡，你知道吗？我也是大炒鸡，是炒鸡，普通辣的，嗯，什么都不用辣。Yes， 我帮你们点辣。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豆腐蛋，感觉是水蛋。哦，菜真的好吃哎，那蛋。我们都来了，他帮我们用比较辣的，然后他们的比较不辣。哦，辣吗？够辣吗？他都觉得辣了，那我……哎，没有，没有到很辣，但是是好吃的。好。哦，哦，好开心哦！辣了，哥，太快了。感觉正在跟我演。这叔叔要唱 High Boy， 就是 New Jeans 的歌，好 Q。那这是韩文吗？对，你要开始唱啊！他好可爱哦！今天给他钱。我决定给他奖励，谢爷爷，太辛苦了。那你唱。哎，我想不想理你？三二。欢迎呢个香港来的朋友。冰果果。唔该晒，唔该晒。我应该要讲广东话。一二三，五六七。一起拍蛋糕吗？好啊，一起拍蛋糕。可以啊，可以啊，来啊，全家福哎！谢谢，谢谢，拜拜。拜拜。